那这个比赛叫什么？这个比赛叫做全国大专联校广电系杯赛。你敢讲的？你要去哪？等下有人在下面发生仇，好盛大的比赛哦！第一场篮球比赛莫名其妙就要开始了。跟你讲，去年他们直接就输了，但是我是靠队友。你怎么这样讲？我都靠队友。怎么会呢？他们也是靠队友，他们亚军，我们冠军。我突然想起，去年我好像在他们那一队靠背。啊，你也输了。好热哦！有了有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不用去抢篮板，换下来不需要花那么多人力抢。你说那个防守端。好。耶！耶！哎呦，后面这样快攻了。哎，刚才走得很好，然后他们一口，我跟你讲，进攻就算了，一定不用去，一定不用去，第一撤了，交，再传进去，好了，哦，又一颗，已经开炉了，很头一重，没关系，有开好的开始，有第一颗就第二颗，输了一半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哎，不要过来防啊！思雅，哈哈哈哈哈！又回来，可以。哎呦！篮网，来，我感觉。哦呦！加油！这就是你们输给我们的原因了。嘿嘿。进了！哇！辛苦了。篮球的第一场，心得如何？心得之后也结束了，之后也结束了，下一场也结束了，下一场也结束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可是我们下午还有一场吗？我们中午有，中午有一场，打到中暑，刚刚吐了两次。你打到中暑？太热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打到中午还要比？他是宅男，我不可能打中午。中午我爸那个也是。哦，帅超大，干！大家你是哪把手？大家篮球帅超大，你我是帅超大。满血！耶 ！Allen，Allen， 我准备。哎，什么的？想要动？不要动！那我先。好。举什么东西的？第二场准备要开打，现在中午11:30，太阳非常大，准备开始了。跳远了，我们跳哎，直接一个三分，有了，耶！呀，我最好球，最好球，最好好，最好球，哎呦！七号快攻，一枝独秀，好了。
有哦，这个姿势。哎，这个手腕有回来哦。你还有大专杯啊？这只是光碟。你还有大专杯，而且还是篮球。高杯。哎，算一半，算一半，怎么算一半？好，打分还没下来。看你笑，看你笑。哎，你打给换下来了。走了，大少，快攻，过篮。多打扫，示范给你看，示范给你看，球给志，我真的给，完了，我靠，会了，好球，要球，大表三分钟，打手打哥，是吧，三分，进球。快攻，过篮！小慢来，领先！赚到！有成功的防守。都稳上了吧？啊！可惜可惜，输了，又输了。原本可以赢的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就赢。可惜，好球，好球！都慢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是我们排球比赛，期待吧，希望至少排队赢。然后待会要打排球只有四队，对，四队两场，所以不管怎样你都有殿军，这是一个不管怎样你都会有大名的金世强喽，你都可以说，哎、欸，我排球第四名，哎、什么杯？保健杯，棒！只是我们等一下的队友，排球拿个冠军，就当队友拿冠军的。哇哇！今年最后一年了，不用，早上去就不用钱。最后一年换到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赢啊！那可是最后一年了，因为我们都大四了，然后今年的传广杯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。最近当出了球金，最爱过一个球金，没有最后一年，不是，不要钱吧？最后一年了，最后一年了，最后一年了。你好，哇！苹果面包。哎，顶浩，你这个队友，顶浩。哎，先不要了，冷下啦。下次不盯你就开始了，我忍不住，孩子手机拿不准啊！你干嘛啦？不要当兵，那你不要噎到，我跟你讲。不稳啊！上路，快吃完好不好？我来，小姐要接全部，九号、四号、六号，全位，冲下来！打过去不是打给队友。没事。啊 yes sir。
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黄秋打一拳，烂。看，打有进步啦。我上次打球是什么时候、啊？打支管那场是什么时候、啊？很久。三月初，三月初。一下，一下，报。啊！哎，锤锤，不要锤。你可以进吗？我们冷静，我们冷静，我们冷静。我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跟他一样，他打我最后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。他打打那个，然后吃那个面包。干他妈的！吃完以后跟我说什么肚子痛，然后现在干嘛？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开心打，开心打。啊！啊，开心打。我把他嘴到嘴到。可不可以发球啊？发球啊！干嘛？最后一年这样打出去的。哎呀！来开心打，好开心打，好不好？开心打。好不停哦！等一下，我更多工伤啊！